耶穌就好似呢個圖片咁樣。如果我哋專注喺佢嘅時間唔夠長，或者我哋用唔正確嘅方式去睇佢，我哋就睇唔到佢嘅奇妙能力、愛同埋良善。喺個路上，佢就問門徒：啲人話我係邊個？From the top，OK。Three, two, one。Hi， 大家好，好开心见到你哋啊！我系锦之依，我今日咧有个问题好想问你噶，你有冇试过曾经睇过一啲错觉画咧？乜嘢系错觉画咧？即系话咧，你好似睇佢嘅内容。但是好像不是很明白他在说什么东西。我可以在错觉画里面看到一些隐藏的面孔的。可能你仍然都不太明白我说什么，但不要紧。现在不如我跟你玩一下你看到什么东西的游戏，那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了。让我们看看这张的图片，然后你就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东西。每张图片都有两个不同的图像的，你看到什么是完全取决于你的观点。顺便一提，就是没有对或者错的，所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一张的图片。你看到什么呢？如果你看到花樽的话，请举手。好。如果你看到两个人在互相对望对方，你都请举手。好啊。如果你专注于黑色阴影的部分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的图像。我们又来第二张了，麻烦。这个呢可能比之前有点难的。你看到什么呢？哪个看到一位年轻的女仔看着她的膊头的？哦，我看到中间有很多人，哇，举手啊，好厉害啊。有没有人看到一个老婆婆在望着下面的？我可以看到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可以见到的。啊，什么话？啊，有一只雀仔是真的？哇，好有趣啊。最后一张的，麻烦。咦，蓝蓝啊，各位小朋友，你看到什么呢？我肯定你们看到有个人站在树的旁边，是不是呢？但是我又看不到其他的图像，你看不看到啊？一个样子，是怎样看的？在哪里啊？可不可以将个图片，咦，远一点，我们远一点看，看看看看。哇，哈，我看到这个样子了。哇，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各位小朋友，我都觉得好有趣啊。因为看来可以直接看到图片的内容，但其实内里是隐藏了很多的东西。耶稣就好像这个图片那样，如果我们专注在他的时间不够长，或者我们用不正确的方式去看他，我们就看不到他的奇妙能力、爱和良善。如果我们看不到他是谁，我们可能会错过他为我们生命舍弃的生命。耶稣甚至说他来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这个意味着很多人都惊讶有意义的生活。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现在请你坐下，我们放松，尝试将你的头稍稍向上这样望，跟住合埋你的眼睛。你想一想，想象一下，现在
去看住耶稣，想住耶稣，或者耶稣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教紧书，或者他在帮紧人，又或者他跟一些小朋友在玩紧？圣经说耶稣爱小孩子，是真的。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眼睛，我相信我们怎样看耶稣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通过一起读马可福音来认识耶稣的一生。上个星期我们提及耶稣拣选了我们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和他的国度。今天我们一起看看马可福音六章至八章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耶稣更多的美善，还有我们可以更清楚耶稣是哪一位。哎，咪住咪住咪住，等等先。哎呀，我唔记得咗话俾你听啊！今日喺圣经故事里边，耶稣问咗一个嘅问题，呢个嘅问题比学校考试上面嘅问题更加重要噶。呢个就系你一生中要回答最重要嘅问题，所以听故事嘅时候你要特别留心。马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行神迹的启示，他用自己的口讲的说话，或者是触摸病人，病人受得医治，他令到瘫的人能够行走，盲的人可以看见，聋的人可以听见，生麻风病人的人都得医治，并且帮助有鬼附的人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饱五千人，实在太奇妙了，是不是啊？他甚至可以平静风浪，人对耶稣所做的事感到惊讶。由于耶稣大受欢迎，他去到哪里都有一大群人跟着他。耶稣不停地教导人关于神国度的事，耶稣经常对他们讲比喻，因此他们很喜欢听耶稣的教导。啲人咧对耶稣所做嘅真系觉得好惊讶噶，同埋成日都会问：佢点解可以做到咁样噶？佢系喺边度得嚟呢啲智慧同埋创造奇迹嘅力量嘅咧？佢只不过系木匠同埋玛利亚嘅仔嚟嘅啫噃，好多人都唔知道耶稣其实真正系边一位。有一日，耶稣同佢门徒去凯撒利亚腓立比嘅乡村，喺个路上佢就问门徒：啲人话我系边个？其中有一位门徒就话：有人话你系施洗约翰，有人话你系以利亚，亦都有人话你系先知中嘅一位。然后耶稣问佢哋门徒一个更重要嘅问题，就系：咁你哋咧？你哋话我系边一个？彼得回答：你是基督，尼赛亚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回答：彼得，你有福了，这是天上的父指示的。你还记不记得耶稣问过的问题啊？你一生里面将要回答最重要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你说我是哪一位？在故事里面，彼得大声说耶稣是尼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曾经跟耶稣同在并见过他，他认出耶稣是哪个。那你呢？你又知不知道耶稣是哪一位呢？不单止听到关于他的故事，你能不能够在心底里面都能够了解耶稣呢？耶稣他不单止是二千年前的英雄，并且他是当时伟大的教师，他是上帝创造起初应许的救世主，他来是拯救我们，并带我们成为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家人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现在和我们同在。你有什么好想问关于耶稣是哪一位呢？耶稣我朋友，耶稣赐我平安。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跟他聊天，耶稣会给我平安。耶稣我
真系太好啦！上帝咧真系活着，并且咧佢爱我哋每一位，让我哋敬拜同埋赞美佢啊！敬拜喜乐都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耶稣确实是为我们死并为我们复活的真实，我们就 不会将这个好消息只是留给自己，我们是被拣选去跟其他人一起分享。当我们走到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分享上帝是几咁的伟大。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吧。亲爱上帝，我们多谢你，我感谢你透过耶稣展示自己，我们知道祂是我们的救世主和弥赛亚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记住你就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。多谢你的爱，我们就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多谢你今日的参与，我们下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